又如罪人于生前喜好杀鸡、鸭、猪、牛、羊等，为快速脱其毛，常将其活烧、活煮、活烫，此痛楚难宣，其恨也无穷。一旦身坏，同受此等沸汤火爆，我们要深思。剥皮地狱，堕此狱者，生前多以剥众生皮为业。例如杀蛇者，常活剥其皮，噬其鲜肉，汲取其鲜血，或鞭挞凌虐众生，令其皮绽肉开，死后堕落此狱。有恶心欺负凌虐于人，如同剥人衣服，令人痛不可堪。凡此种种，此后堕此剥皮地狱。下面呢都粘了，那白天我呀现在就这个心，
没有钱，你们人吧，你们说你们有钱吧，也不知道做点好人好事儿。哎呀，你，哎呀，帮个忙也行，我就干着急吧哈，瞎操心。我现在就想快点儿得个人身呢，我有个福报哈，赚点钱，我修点道那也来不及。等我做人了，啥时候我还得投胎，还得当婴儿？哎呀，那忙到死了呀！哎呀，我都干着急死了呀！那道就是不平的吗？修好了，流光的跑走了。啊，就是那，哎，为众生嘛。哎呀，那做点别的善事也行啊，帮助人家哈。哎呀，忙活忙活也是那么回事儿。我现在啥也不是，要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香，我干啥啥也不是，你说留着我干啥用啊？那你是谁让你是不生不灭的？哎呀，谭大菩萨呀，我现在吧就有还有一个重要事儿啊，想求你，你帮我看一看我姑娘张慧啊，啥脏活累活啊就让她干，那开法会捡垃圾收破烂就让她干，扫厕所哈全让她干，她修的也不好，你让她给我积点功德不咋的呀？哎呀，我现在那功德那少，那她条件也不好，不像人说能一下拿出10000啊。35000给我做点功德，那啥功德没有，那人没有资粮，那因缘福德都不具足，咋往生啊？谁不想走啊？那遭死罪吧。你老要求别人，你自己做功德呗。哎呀，那我是明磊的，我没有手做不了，那人是不明磊，他能做他不干呢，还有钱呢，那有钱不干呢，那我还想有钱，现在不行啊，就是个灵魂，能做啥呀？哎呀，再不说这些话呀，我都快憋死了，走还走不了，说这是缘，没办法。哎呀，这活重活累活你想干？哎对，哎对，啊魏小姐，啊全让他干，啊他全干，他说了发誓了，全干。哎呀，谢谢他的菩萨，你就看着他，你发火啥不行。对众生好，慈悲，都好好的，都好好的，我放心不下。那对我那好，我哪不管他，他好我才能走。这挂着，这难受，这心里面。你给我拿点钱也不怎的呀，这是。他哪来的钱呢？给他1000多块钱，说还要给，哪一点不怎地？不是，再哪一点不行啊？我现在家里头就剩200块钱，你再别人给我钱，我连我兜都没兜，直接就做印底儿。你再拿100不行吗？你咋那样呢？那好歹咱也是这个父父的情深，你再拿100不怎的啊？我200再给你印底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那行那行哈。你要不要你就活了？谭大菩萨，那我知道你昨天晚说了啊，你开会啊，我都听了。你说吧，你不爱管，啥事儿吧，清净心啊，我都知道啊，众生都听见。那像他这样吧，该管得管，那有啥脏活累活啊，都得干，啥厕所啥都干。人家不用管，你那可好了，还可好了，放不下他一样。那情缘他妈我放下，那闺女我放不下，你那我能来找他啊？给这小丫头折腾又拖不吃饭，那我为图啥呀？不就图看见谭大菩萨一面，跟你好好唠唠吗？我的心里也憋屈呀，我不愿扶人家起，你也遭罪，我也遭罪呀。那你说你半死不活的，你说哎呀留着干啥用啊？哎呀，走也走不了，那也没有功德，你说。你念佛就有功德了。我念呢，我佛我念呢，念一句不能就走啊，我着急呀。当下一念就继承西方，怎么不能走呢？哎呀，我就你就是执着。对，哎，你你会说执着，对我执着，你还会说觉正净和弥歇眼，我都知道。觉正净反义词弥歇眼，不你说的吗？
开会不一整就说嘛，都知道。知道就放下呗。能不能放下？能不能放？能放。但他都答应，都搁佛前发愿，都作证，但您的作证，他都好好学，我就走，我肯定放，我不放我都敢放。不好，你弄明理能不好好学吗？那得有钱，你有200做100，有100做50，我做不行。那是干啥？那没问题啊，不讲理，不讲没问题，谁不讲理？说你也不讲理。这人，那有钱还我还嫌没钱，有200不赶紧拿，你等啥呀你？真是的。没问题。哎呀。谭领长啊，我能不能往生啊？能。我往生能投胎人不？我就想有点福报，我好给大悲寺哈做点贡献，给修修道啥的，或者你帮帮忙啥的，你这个干着急。你别搁那胡说八道呢，听话的不听听话，修什么道？就这样，哪有那好道？我是好心呐、你好什么心？你好心，你别参与我，你别参与我，都想哭了。你哭啥呀？你哭，你不成佛还能哭吗？你道越不好越走，你知道不？这世间路不平吗？不修道就是比这别人开刨坑呢。这世间的路就是这么不平的，看也不平。不给你看呢，我们修道，你看没？他拿着皮条去填坑，他不平的地方补上，补平了。刚定抢下来，你看多修平，这道又成修成了。标法给你看呢，你以为就不修，没有钱不修，有钱也不修。那我做点好人好事行不？什么好呀？投胎做人，那度度众生行不？投胎做人多苦吗？你没投胎，一看你就迷了，你不知道。我投胎了，这不又轮回了吗？这不又转回来了吗？你只要入娘胎，你再出来你就迷了。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一个比一个坏。哎呀妈呀！我的天哪！你我劝你啊，你就别出来了，别投胎了，你就赶紧跟那边就上西方去了啊！成佛去，跟阿弥陀佛，千万别轮回，投胎轮回了。张慧儿啊，你能不能给做点儿啊？哈，你别忘了，那苦的，那个难受的，咋说呀？那你们不理解呀，说不准了，这难受劲儿啊，这杀生太重了，这个报应啊，这个癌症给我折腾成啥样啊？你杀什么东西呢？我杀羊啊，杀多少羊？啊，掰嘴呀、往脖子上一捅就是一个，1分钟、2分钟一个。杀羊杀多少只啊？哎呀，那不计其数了，不过来了，我全杀公的。全杀公羊。全杀公羊。嗯，整个一个村子都是养羊嘛。那个羊群，大羊群，所有的母羊不让都留下，那让那公羊吧哈，人家就请他让他给杀，然后一家有50只，80只，100只，完他杀的就非常利索。我回去我看见了，说老爸，你别再杀生了，杀生的果报不好。他说哪有那说？完最后那个他都有病了，还在给人杀生。我说爸，不能杀生了，你要再杀那个那三个羊，他们那院那三个羊。我说你在杀，您咋要杀？我说你要杀钱，我去给他们念念咒。等到我起来啊，好了，明天早上我起来一看，那个三个羊头在那放着，挺早就杀，就杀得非常利索。就别人都请他杀，我们在杀的，哎呀，猪和羊，就是他拿那杀就像，哎呀，做的非常快，丢死人了！哎呀，你那事儿还提他干啥呀？这。那这么多人就在看我呢，那那杀好啊，好事咋不提呢？那都做完了，还有啥说的？那没有办法。你不得忏悔啊？我忏悔了，我现在可爱小动物了，我可爱他们了，我都忏悔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最爱吃猪了，哎呀都不敢了，啥我都会杀呀，我要我能那大报应吗？哎呀，你们可别像我啊，啥也别杀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这最糟的呀。我就是性格哈，能开朗点，想得开呀。我给一般人呢，
我都死几个来回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最糟的呀，我跟谁说呀，谁看见呢，只有自己知道呀，自作自受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救命啊，救人命啊。哎呀别唠我啊，红了就消停待着的。救人命，那你两个喊救命是你喊救命的。我喊救命啊，他们拽我呀。哎呀谁怨你啊，公羊呗。都不让我走啊，拽你腿边那种啊，不让我走啊，叫我你看拿命来。哎呀羊，你杀羊羊不要你命吗？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哎呀我的妈呀，我这当初生就没信我姑娘的话，我就寻思吧，那有啥，人一眼两腿一蹬爱咋咋地，谁知道能落这个地步啊，凭我呢现在混这个份上。哎呀妈呀，现在是我现在这扶人体还像个人样说点人话，你没看我现在这啥德行了。哎呀妈呀，啊秃头不要紧啊，那瘦的就像那个米苔似的哈，精精啊瘦骨伶仃的呀，老吓人了。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时候也愿意，刚学佛也不懂，就光是念阿弥陀佛。他们家没有人，一个人也不信佛。完了，在那之前，我就看他病得很严重。我说，我告诉他儿子是一个官，那一方的官，说的挺算的，知名度也挺高的。我说老弟呀、啊，这个咱爸不行了，他指定是得走。我说那他临终的时候，我希望饭菜都是素菜素饭，可不可以？他说行，啊，可以。完了临终的时候，我说要求念佛，要求不动他的身体，要12个小时不动他的身体。他说行，都可以。完这件事就由我来主办。完我就不会送往生，就光念阿弥陀佛，反正就跪那块念也不起来。冬天腊月初五，可冷可冷的了。我就跪那块儿，前面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们把他那个儿子、孙子、儿媳妇，所有来的人都那个换板念，全念阿弥陀佛。他们要不换板，我都不起来。我还没死呢，就给弄棺材里了，真够漂亮。是，还没咽气儿呢，就给弄棺材里盖了。没咽气儿就啥意思？这是啊？你给他买的什么？没等咽气儿呢，哈。缺氧啊，我缺氧啊。我告诉我，没等咽气儿，抬里边，完了不行，什么背着床子，也没有办法。那你看，毕竟人家儿子也得说了算，就算是他说了世俗人，人家不信佛，您说到这些，哎呀妈呀，那是最糟的呀！我的妈呀，还没咽气儿啊，这缺氧啊！那我儿子能棺材里？哎呀，这个兔崽子呀！你弟弟和你儿子说的，快快，赶紧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然后我随着就一个劲儿就念佛，我也跟着。哎，你跟他讲过这事儿没吧？没有。跟你讲过，他讲过，他没讲过。跟没有。没讲过。从来没有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我跟你说哈。他深着你了，深着你吧。心里哈，有些事儿吧是知道的，有些事儿吧都不知道。那我也不会装。啊、是就是是，我就是刘振山，咋还是假的呀？哎呀妈呀，还怀疑呀、啊？咋怀疑？这护法那厉害，让附体就附体，不让附体都下去排号。这是最后两个，不许再扶了。这护法说的，那就那样安排的，说身体受不了，人也受不了，就这样说的，我就来了呗。啊，气儿没咽就给你们关上了。哎呀，你们还别笑我呀！哎呀，你们以后都咋的都不知道咋的呢，还笑我呢？我起码我死了我都出来了。晚上，我问你啊，你关在里面多长时间咽气儿呢？哎呀，这时间吧，我还真估计不准。那咽气儿和不咽气儿吧，那快死的，那说不准，就是感觉这气儿吧就不够用，其实也是该咽气儿的。但是吧，他那个磁场他不好，他那感觉他不一样，我说不准劲儿，我无法表达，就是憋挺，就是
死了也憋挺，活着也憋挺，就是憋屈的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我问问他，那个，就是人死的时候，要是再给你做荤的，哎呀妈呀，影响不？我的妈呀，你可别做荤的啊！你做荤的我倒霉啊，别做荤的啊。哎呀我感谢张坤啊，谢谢你啊，给我做素的我还有点功德，你做荤的吧，这就下地狱啊，这是下地狱，这个罪就大了，就相当于你吃的一样，就像把功德回向给你吃的一样啊。哎呀老惨呐、啊、可别吃荤的，提都别提，提都别提。你们家面积在这做点好事儿不行啊，啊还等啥，你看我这都啥德行了，你们家面积在这好不到哪去，还赶不上我呢，我还能附体说说话，你们都排号都排不上，都在靠边，在没有那福报，你给做做功德啊，做做功德福报增长了能往上，不护你护贼不那样吗？那我现在我马上我回来我就护持道长，我就护持道长，我肯定，我现在是有功德了，但是功德往生功德不够，这个你一点点能服人体说话就是福报，就是福报。你看是什么世界大战？谁打的？世界大战不开始，不听净空法师说，那叫阿难问是佛吉凶经不说的吗？天天那下午放经都听啥了？那不就说的吗，世界大战要开始的时候，你们留的人民币干啥呀，都快贬值了啊，美元都贬值，人民币留的干啥，不赶紧啊舍出来，到时候积点福报，你们钱没有了福报不在吗，不是这么回事吗？不说世界大战中国和台湾不闹得不高兴吗，不就这么说的吗，我啥都知道。我说吧，知道这些啊，也不是显了自己，就是说吧，想告诉大家好好的做好事儿啊。你看我都现在都啥样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不管我了？嗯。你不管我了？你要我怎么管你？我真心想走，我不愿意在这儿。哎呦，我都。一天都挤得都难受，都没有我待在地上，这满山遍野都是那本身吧就气儿就不够，岁数大，你说这一挤吧，就继续空兵法界不都是众生吗？哎呦妈，这里太多了，不瞒你说太多了，我太多了。哎呀，我怎么一概没看见？哎呀，太多了，你业障太多了，就是你三界众生都跟着你屁股后那么多呀，那自己业力大，你跟前这儿都跟着你的讨债讨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都快憋挺死，一天都掐我脖子。哎呀妈呀，这家伙呢，刘振山呢？刘振山，你去等着吧，等十五内佛求生西方啊，好不好？老刘，老刘啊，睡着了啊？你睡着了？你要我管你吗？十五念佛求生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帮我看看张慧啊。你放心吧，他就这一个事儿啊，我说完就雨厅走啊，消停走，等啊，等着啊。放下吧，放下，你也成就了，我也成就了。你好好修啊。中午难受了，中午吃饭躺了，经常吃饭都难受。
念佛念完了，然后就睡觉，反正也不踏实，老是难受，老是就是想哭，不想找人了，就是难过。你有啥问题？干说话你知道不？他也知道，不是那么清楚。是永幸福。
去洗澡，过把欢之伤，祝梦想你是本来我，望着流到客，归阿弥陀，出苦得沾乐，世事无常如幻梦，关照还有何，万般莫执着，无助悲心着，清风任我任他摇，转经几时破，归阿弥陀，回归本来我，春尽春山之光线，无名同照破，悲心寂寂苦，知心本弥陀，念念清净不离心，即可上帝光。你要看清楚，诸恶战魔庄，只害害他苦万般，罪恶是长河，归阿弥陀，不生亦不灭，脱离轮回永谢过，只再来作客。你要看清楚，诸恶战魔庄，只害害他苦万般，罪恶是长河，归阿弥陀，不生亦不灭，脱离轮回永谢过，只再来作客，归阿弥陀，不生亦不灭，脱离轮回永谢过，只再来作客，脱离轮回永谢过，只再来作客，只再来说。